时候梦见我去了一个从没去过的地方，穿过一堵墙，手中拿着网，眼睛像神秘的月亮。我发现我一直在我自己手中拿着的网子里，他笑我，他笑我的记忆，可我的记忆不在这里，不在这里。窗外的天空上
消失在这个寒冷的夜里。再次唤醒啊，是吗？啊，是吗？不再说话啊，是吗？最介意的是吗？啊，是吗？啊，是吗？不再说话啊，是吗？
心里。再次欢喜啊，是吗啊，是吗，不再说话啊，是吗，是吗，最近一个是吗啊，是吗啊，是吗，不再说话啊，是吗，各位朋友们下午好，我住在大海边上，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无数个故事要对你讲，要对你讲。我出生在冬天，一个很冷很冷
顺从天意。无数个雨点在我面前洒满大地，站在这里只有一个问题，想要活。如果一直生长在黑暗下，想要活，你会不会再继续再活？会不会害怕？会不会害怕？想要活，你会不会再继续开花？会不会害怕？会不会害怕？想要活，你会不会再继续开花？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感谢各位，今天九点钟起床就过来了。我们借此机会介绍一下我们的团队，我们的键盘手张玉，张警官，我们的贝斯手施新涛，鼓手张谦，我们的调音师陈东，东哥。我们听的是小飞，阿飞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那接下来最后一首歌，是谁把我带到这里？
是个赤裸的世界，我该去拒绝，还是万分羞愧地低着头看着脚下的落叶。我下定决心要离开这里，回到我的家里，可是我却忘记来时的路，不知怎么回去。这时有个陌路的人正匆匆路过这里，哎，我着急地问他，是谁把我带到了这里。这里回到我的家里，可是我却忘记来时的路，不知怎么回去。这时有个陌路的人正匆匆路过这里，我着急地问他，是谁把我回去。
再见各位。